拒绝你扫了我的女儿吧。张大爷拒绝你扫了我的女儿吧。啊！女儿！大爷，那小女子她怎么样？她已经死了。为父是。嘿，大爷，你看那边来了一男一女。哦哦，你看你看，快快，这，哈哈哈哈，慢啊！不长眼，走路上到我的身上来了，分明是你上了我啊！呸，糟蹋你！往过下去。这位仁兄，实在小姐鲁莽无因，委屈停止不少，得罪仁兄万万失责啊！区区小事不必挂念啊！况仁兄风尘仆仆，便是外乡到此啊，真是。请教仁兄真姓大名，哪里认识啊？仁哦，仁兄。天天
小妻无苦求，子女之人我管不人，只要留子女心灵神。既是仁兄不愿死在我家，又是也不勉强。这是圣兄所以带女眷，还需照顾亲人的客店才是啊。大爷，哦，东家又如我养老，客房宽敞干净，乃是汉人第一等亲人客店，倒是十分相当。哦，我养老。对，在这汉人地方成立成为大大小小的客店，使人清静安适，使人我养老再富第二家了。有圣要为圣兄大怒哦！正圣翁死之关切，闻修恭敬，不辞从命。哦，娘子快来！官人，客店可是稳妥了？哦，稳妥了。啊，圣兄，这位便是真少了。哦，真是如今，娘子，这位便是热心好意的张圣翁。啊，圣少，请来见礼。不管万里。啊，款亲事不早，我们还是走吧。啊，娘子，张圣翁言道，这汉人人来亲人客店，受太东家我养老，你我前去投诉是何？这。娘子不必多虑，放心就是。世子就已官人啊，圣兄圣嫂这厢请。张圣翁请。娘子，你路途辛苦，应该好好养息几日，千万不要为我再操累了。官人，你用功读书，为妻亲寻找了那是文内之事。我在旅店死了几日，我的身体已经康复，我们明日就可上路了。哦，明日就可以上路。是啊，靠近不远。你我还需借照官王进度。哎，官人，你快用了这杯香蜜。
人杀太难的疼，我今年胸怀红肚子灵，仰慕今生托终身，我是因我得福心良缘，要与何见见？胡公子，我家大爷白天相亲，请胡公子姑父赴宴。哎呀，这可……胡公子，我家大爷说请了几次，你都不肯赏脸，咋这不去就是宽不起他了。哎呀呀呀，小生正官说是不为应酬，不为应酬，你就少饮几杯，与我家大爷淡淡问谢谢事，有不哭啊？胡公子，是师兄明秀子，官人，上一道武功不走路，你长当乃是萍水相逢，我看还是不去饮酒的好。娘子，想到长当虽是萍水之交，连日来虚欢温暖，人情可贵，何况我们明日就要离开海宁，明日。也该去向他道谢辞迎啊！四次官人就要受迎，不许早去早回。我去去就为娘子放心。我公子，请啊，请。谁呀、啊？是店小二。请进来。小娘子，等来了。月老殿下。我娘子，我公子到张大爷府上去了。是啊，方才张副官家前来相亲，我官人无法太子公案去了。你们与张大爷是世交？不是的，我们初到海宁之人，在大街上认识的。这里面一定有名堂。殿下，我娘子，你们准备走之几天呐、啊？我们明日就走。对，我是早些动身的好。啊，有道是，谁家千不好，出门反是难。这一举一动，总要小心。为啥呢？殿下，我娘子，我走了，有事只管叫我。殿下，我官人一位，请你千万关上殿门。是。
小娘子
才举的钱，呼！我看你当时是我的手头脏。把你打得出我的手掌。何公子与我吩咐，好，原来是张大爷。张大爷啊，你也不上跟到我杨楼来，怎么也不吩咐一声呢？我来问你，你可曾看见死在这里面的小娘子？小娘子，张大爷，你夜半三更到我杨楼来找小娘子，不是啊？这你莫管事。对呀，你在做什么？滚！大爷，不想听这样，滚！这样，大爷，请，听你妈跪着。那小娘子已经逃走了，万不与我把她摘了回来。是，慢，今夜好事不成，那何文秀谁来？是何犯了？大爷，两小非君子，无道不长，父无不是把何文秀？我来问你。我们从九岁之后是说一些生病之后想要的美些美些呀，Oh
梦里鸳鸯情把人怎遭赠，多把拥杨柳的店小二是我知己，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不知母亲忘了你，他言在何处？我一定设法让你们夫妻见上一面。哦，那你他言在哪里？大嫂，你去吧。何文轩，这酒菜你快吃了吧。大嫂，这是何意？哦，这美酒好菜，老内不可多得，你快吃了吧。大嫂，这酒菜从何而来？这大嫂，这酒菜。莫非相府已经批下，我明日就要出师发场了。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
今年那吃酒杯过量，在我私房里为点烟想不到光我
重肩上，生下儿女毫无恙，咋能够扶贫扶灾长人人，要教他两代生日不能忘。心，总算是言前有用。
得杨妈妈谁是啊啊啊我哎呀个神光发作我和嫂子看张嘴定睛啊还要定睛哎哎呀个事务队啦刚刚生气了也不晓得来帮帮我个忙。爸你看。人家在用功力。哦。哈哈哈哈哈。妈、哎、你不是上司阿暖啊谁礼物要紧着苦练。什么事呀今天又上我秋子。哎呀。我都来忘记的了好阿诺又出些个好嘞就出些嘛阿诺啊俺练过也开始有好在好点本领啦为地的傍身妈不要弄去宝妈美家俺开始说过嘛总是做生意要紧晓得晓得谁好啦哎哟万小啥嘞妈已经把炉子都烧起来在管夸所有的典当准备开始得力有吗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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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阿诺哪个了管花死了鸟妈妈哎呀哎呀农业死不对了鸟妈妈哎鸟妈妈我们先帮你当副店的谁去领工好吗好跟阿修一头啊谁的店吧王雷的踪迹谁知来到这三岔路口却不见了想那王兰英听说前往杭州高上不知这条路他又往哪里去呢大爷快进去拿了子老婆快来见过我家大爷哎哟个今朝啦一定是冻暖细胞个短短的刮风啦那个把张大爷都刮到个小店来着哎张大爷呀、啊、那个半天是小个树都有发烧啦那有铜钉笔录西湖龙井王三毛风云乱点雾王辉大五宝佛前贴观音红如浓浓如青玛丽葫芦香喷喷不晓得张大爷啊侬要吃素个素啊啥路数谁要和你第三哎呀张大爷呀、啊、跟哪个你是素观呀跟张大爷侬不吃素都按素观你来做啥嘞这老婆我家大爷有话问你哦我来问你你可曾看见一个身背包袱的小娘子哦一个身背包袱的小娘子啊对可以长得来是发高也发矮对发瘦也发胖对对对对我长得来是娇贵个漂亮对对对对对对哎张大爷啊跟侬在人家姑娘做啥这
他是我府中丫鬟，偷了金银之宝，捡到抽我。哎，哦，哎呀，张大爷呀、啊，个龙伢子来日也不在。此话怎讲？那姑娘放在金的店里，讨吃一杯茶，就急急忙忙向东面小路去走啦。此话当真？真啊，果真。哦，张大爷，侬不相信啊？哎，跟我又何必多管闲事呢？大爷，是是。啊、哦！我明白着，张大爷一定是怀疑个小娘子上了我个店里。好，上得那副放心，定金啊，拿通通出来，让张大爷收点。是是。姑娘不是那附上我额头，发针打针。怎么？你关心我张大爷的事来了？侬来了外头妄言霸道，我无法管教。今天光天化日之下，来了我蜀国的将强民女，杨妈妈我是非管不可。你关天？关第一，我管不了我黑人张当张大爷，但是是。诸位救命之恩，姑娘，侬哪个会落到张唐的手里呢？妈妈呀！走啊，木须
就算一下那个个官爷儿啦。宋金玉啊，侬就死了我个屋里向，有啥个风吹草动，一切都由妈妈承担啊。多谢你呀、啊！哎，婷婷啊，你晚不快见过姐姐啊？弟弟，多谢妈妈，多谢妈妈。快快叫出美娇娘，地头上人面罩一样。我叫陈友那个头。娘妈妈。张大爷。要求我想出声。看看我弄啥扎堂。我有爹娘来叫娘。杨妈妈今早要来教训侬，侬两只耳朵拉拉上，张家祖宗上阴德，养了侬个头上上苍，绝对留侬个小草上。网友一副神面相，侬是蓝飞黑心狗多当，不管魔影上天亮，还是做神仙就板板神人都有一本啊账。不要看侬神气相，侬兔子尾巴发威啊上，不要看侬要板硬，侬骨头眼里会上苍，不要。快弄夫人官，杨妈妈我专有恶人来抢我粮，哪怕弄王英霸道偷鸡毛，敢强抢民女障碍，不顾枪刺拉手把砖两点闹得凶，到头来千刀万剐报岁月，抽筋不比神官长，电要劈雷要轰，叫弄出上千年啊啊啊王，弄母好了吧？那个套。与我当当当，不管侬，我都是张当个害人精啦！我再想想办法，再想想办法。杨妈妈，张当被当，岂肯关心？看来你们在此也不得安宁。我是搬到我家附近，建立伤员，建立伤员。嗯，建立伤员。奉旨心爱保海宁，礼佛四方查民情，要放张当在何镇，在
放无期往来但愿得我乃夫妻送相遇在古今生老讲过几次你要相信了明君人帮我养女店哭往小儿哭声早打我已娶过我养女那店小儿早在三年前被张大滚出了店门你再娶人帮自领自人我需要找到往小儿的下落是女儿你外母女儿老张清醒老爸我们不是长大我们是引路之人你是月历你是父亲你们为什么不争我的长子为什么你把我当成死去我来呀老张我们送你回家去家你们生我诬告长大将我关了三年监牢早随无家苦归喽老张你既有门非冤罪我们替你伸冤报仇伸冤报仇你们总儿你将他先带子顺当恩等之后再去警方我小儿的秀是不知你母子苦
个嗓子进衙门，谁知道官官相我不讲理，调调王法是空坟，有权有势能忘恩，平民百姓是越难生。我越是越相信越恨，为什么人没有我报应啊？上司官胡阿文秀，今朝官宽来显灵，我做张当报仇恩，来你地方讨他平。啊，妈妈，你在讲什么？哦，我拿了那个胡文秀了。胡文秀，他在哪里呀？哎，胡文秀啊，死了已经三年了。哦，妈妈，神迹是你因何杀他呀？哦，今朝啊是一个三周年，那我特地买了五元肉丸，正赶着回家去呢。哦，妈妈，不知胡文秀是你什么人？是我女婿呀。啊，女婿？跟胡文秀个妻子王兰英是我个乖女儿，跟胡文秀也是我个女婿了。对，哦，妈妈，不知你家在哪里？王兰英他可好啊？侬是啥人啊？我当听我乖女儿做啥？哦，妈妈，我是胡。哦，我想，侬想发我好意？哎，妈妈，去，哎，妈妈，侬再要嘎个就算不听啊，我就要发他去才哟。去，呀，妈妈，哎呀，妈都来了。妈妈，你没问菜要回去了？哎，今朝是那五级富三周年，我特地买了五元肉丸，正赶着回家去呢。我走了啊！哎，妈妈走哈，再会啊，妈妈。哎，啊，你这位先生，这个呀，妈妈做什么？方才听妈妈言道，今的是胡文秀做三周年，故而想当听当听。你这胡文秀什么人？你当听他做什么？看他不怀好意，我们不要理他，管着嘴巴。哦，这位大姐。哦，我与胡文秀乃是同窗好友，数年不见，不想他已经去世了。今日记着他做三周年，我要到他灵前一吊，以表故交之意。你要去祭灵？嗯，看他什么老实，那就让他去祭灵吧。好，那么你就听了。Bye.
分手寂寞相恋望，只见一间小草房，小小城内少上把泼墨教育分两旁，三子清香炉中茶，荤素菜肴桌上放，一碗白香红灯添汤药，第二碗又见鱼儿扑鼻香，第三碗香人蘑菇炖豆腐，第四碗白菜香滚炒千张，第五碗姜烧胡桃蓉又浓，第六碗姜鱼花椒在花上，大碗一碗酒一杯，桌上筷子又一双，哎呀快起来姑人为我煮三九年，乖家的娘子心里藏
为民是爱这非情，啥日此刻将亲人定若那么养家人，白玉风声随尘瓦，被张当知道有了真的就是不神，我前人来满乡人本是君主狠心人，好在是母亲下了一份命，待等到死下十字这夫妻人。
会有可能有可杀他个呀，可小灯灯嘛只有个点点个多，再讲那女婿个元帅还没保嘞。官人，我看啊，还是把这个令牌烧掉一算账。妈妈不要烧，干嘛侬非要哭？哦，官人穿凿忘事，道场不正，如今元帅未帮，叫我真不伤心。阿老了，当平常来都听侬讲呀，搿女婿长得嘞是天庭饱满，帝国方圆，搿哪个会年纪轻轻就死了呢？再讲三年前，伢子看见女婿个问题，没看见死谁呀？我看啊，我还没死嘞，还没死嘞吗？哎，啥有算命先生来呀？伢的女婿算算命看，多谢你目光。哎呦，阿娘啊，跟伢进去吃饭去。哎呀，吃饭去。
我想起了杨家家道兵，莫非是无有银钱来索命？我本是京都出来王先生，得到黑人杨杨明，大户人家叫索命，民警要收服两人，总等人家叫索命，带入带外的点心，贫穷人家叫索命，不要人知不好分。倘若家中有小儿，先生我要送礼金到天洞里，你是问恩送进小儿马高兵。人他若先生年纪轻，这流言蜚语我怎难听，深深高叫无人应，高叫文秀心多灵，难道我今日须知盈盈
你有刚好个算命先生啊，哎呀个真是来得巧来得好，人家俺快去叫先生进来。喂，算命先生，我们家要算命。来了来了，来这来这。哎，先生，那有点年数啊。妈妈，我出自算命，走南闯北，是黑人吗？我还是第一次来。哦，还是第一次来呀、妈妈一定认错了，搿认错者哦。神出在神出在，哎呀定睛啊、快把袋子搬上来呀、定睛啊、再去躲当一只来啊。店长，哎呀侬熟、我啦再去都被熟了哦、哎呦不要客气个。哎呦，这哪能到了干晚个啦？先生，请坐，请坐。妈妈，你要算的是男命还是女命？男命，男命。请报时辰八字。哎呀，看我去问嘞，先生，看我去问来了哦。阿奶奶，侬丈夫的时辰八字要报来呀。丁卯年，癸卯月，丙申日，辛卯时。哦，晓得这，晓得这啦！啊，哎呀，先生，我问来这，我问来这啦。那，这是，这是，哎呀，哦，啊，丁卯年，癸卯月，丙什么？丙。先生。再去门嘞，我再去门嘞喽。丙申的辛卯时，哎呀，对个，哎呀，对个，哎呀，对个呀。先生，刚侬要想想细细，老老实实个算嘞、算不成啊，求你你走吧。啊，妈妈，我一不管家，二不公正，找名字算。妈妈听到起来
说，对不起。哎呦，妈妈，侬刚刚说我啦，把我乖女儿当我是一身一样啦。哎呦，妈妈，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哦。怎么后来又哪个讨你？哎，后来又怎么样呢？哦，对我孙嘞。哦哦哦，对不起，对不起哦。十八岁又望大难行，老幼自在飞来红罗，人民官司家财生，名望小人安在受屈寒冤。先生刚刚刚说的农民啊，就是那个怪女婿。哎，愿望死啦，都已三年嘞。妈妈，既有愿望，因我不去生冤家熬着。哎，不地高人高也卡，比起高人我气压杀。我母女几次去喊冤，难得长当卷死啊大，这冤呀父呀我先告别啊。恰当是一刀满子断翅呀，就是往上岗上，先生往那个啥个地方去搞？妈妈，一路以来听人讲，一位新人怎么扯金黄？明朝人不闹别扭，你我愿带人去帮忙。
个刑官大人当真是个清官，你们去告状一定能搞得准。好，定睛啊，哎，跟俺到真的要去试一试，哎，去试一试。哎呀，个银子队长到三个地方去下嗓子嘞，嗓子我为谁呀？啊，先生我为先生。哎呀，别请先生，请俺下一张嘞。好好好。哎呀，定睛啊，快去拿纸笔嘞。啊，不用，哦，这里有。哎呀，定睛啊，哎，快去先生摸摸。是神门，名字里名叫神子佛法里。上一点好，妈妈辛苦啊！好个好个！哎呀，定睛啊！哎，如今去把那蓝印这点看看，下得对不对了啊？啊！先生，大哥新闻大人当真是个清官，亲自作为明字经，果是完天命无私。妈妈放心就是。好，要是俺上知告状，那女婿生了冤枉，跟俺一定要好好干。哎，妈妈，哦，吓得俺弄醉啦。妈，哎，今天生嗓子写得真好。先生先生辛苦了。是呀，嗯，或者我们家没有钱接他，那我这碗里下啥子就送给先生吧。啥子？嗯，哎呀，完了，我个乖女儿想到这道啦。啊，先生，拿我的穷没懂点好不能。不用不用，跟你问一下啥子谁送给先生。不用，哎呀，不用送给先生。先生啊，多谢妈妈。哎呀，不要客气，给我一点点小意思了啊。哎，先生，先生，哈子落特贼，哈子落特贼。妈妈，这哈子我收下一只，还有一只是留在这里，这是做啥啦？是后哈子人的夫妻相会。哦。西洋祖上兵大勋在银票可曾带在身上？大爷，三百的银票已带在身上。好，金官大人到。相遇一遇，本院也有一礼，早不可见习王大人罢了。王大人为国奔赴，一路之上辛苦了，为国为民，国人的辛苦二字。这郭大人好像有些面熟，是有些面熟。啊，王大人以往可曾来过黑宁？本院是由省长京都送礼来过江龙，不知今日想要有此见。本院王子令我初到黑宁，半日有不到之处，
烦请张师兄过来招引。他身上有危难之词，有神心的主席吗？禀大人，有人激动到我，请国人激动到我。王大人功夫在身，有神告辞，且慢。张师兄，下官专人想要，岂有怠慢师兄之礼？就请张师兄同下官一同圣堂礼。哦，有甚不过？哦，师兄不必客气。来，圣堂是圣堂。上身王兰英上高本身恶霸张刚见识起心越转兰英是什么香爷爷母父黑宁愿滚滚向无团长王法将无父我却当人造越这一回越中夺死母父小夫人圣愿善者生死无门上气青天大人动出求名便谢谢哎哎上高哎哎上高大圣圣愿张师兄，这知狼受神，苦死神也。大人，相约生乃是读书之人，官宦之儿，一向奉公守法，安分守己，岂为做出此事？听日是调虎一夜无功，一夜无功的，王大人安的猛在，哎，上他。是见过大臣上过一把是放心把我的长子身上是你飘方大臣明察秋好本院不是三年之年团长王府的黑宁院党子清端我倾听大声端我朕真举哉你早死不早偏偏此事难以作证我无才可造
负债苦账，这三百两纹银何用？这，你再来仔细看看本院是谁。我就三年之间，你还不是的胡分心。我无生理病故，即无当朝太师，你管把我怎么样？王子万法使命同在，我身为晋王，这法是三虎问世。你冒名顶替的功啊名，犯下欺君在地情，一封快速进京城，官叫你丢过下阵难保。来呀，有将张当之部推出来斩。是。